好吧，行行行行行行好吧，行行行行好吧，好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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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哟，哎，新来的吧，在我们地盘懂不懂规矩？哎哎，新来的，问你话，听不听得见啊？啊，这，乞丐，穷的，你也来，你，这么丑，吓死大爷了！来，这些馒头都拿去分了吧。哎，我放下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看你们谁敢动啊！拿过来，快！以后这个都是我们哥俩的，知道吗？听见没有？自己说你呢，拿过来揍是吧？啊！你个哥啊！不敢了。长点记性啊！听没听见？哎，小子找死啊你！哎呦！你们走了，给我过来，过来，给我打！拿我们东西啊！不要命了啊！有没有点规矩你？抢我们东西，抢下了啊！这使劲打，还拿不拿？这小子真扛揍啊！今天算大爷心善，赏你个馊馒头。走，走了，走了。山上摘的，哦，再给我一个。老头，你看我美吗？美不美？跟你娘一样漂亮。嗯，那就行，晚上不用等我回来吃饭了。来，你好点没有啊？感觉怎么样？伤口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感觉碰到你的身体，手指麻麻的。你们山外的人都像你这么漂亮吗？你从来都没有出过这座山。嗯，没出过。你想不想看看山外的景色？你能让我看到山外的景色吗？嗯，我想看，想看。
好漂亮。喜欢吗？嗯。喜欢。你赶紧休息休息，别再运功了。你真好。嗯，以前啊，山里还有好些人，我越长大人越少，出去过的人都说外面的人不欢迎我们，说我们生而为魔，都是坏蛋。但你没有把我当成坏蛋。你只是身体中有瘴气而已，想来是常年在这风魔山之中，受山中的瘴气影响，你的族人也当时如此。这是病吗？并非是病，只是受山中瘴气影响，你的性格功法会显得邪气一些。我之前从未接触过你的族人，但现在看来，你的本性并不坏。你怎么知道？万一我就是个大坏蛋呢？你尚未接触过黑白，又何谈善恶？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是个善良的姑娘。虽然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，选择做一个好人，为江湖安定而活。为江湖安定而活？只有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我们的一生才有意义。哦，你说我也要这样选择吗？当然。那我听你的话，就能成为跟你一样的人了？跟我一样可没那么容易啊。就算很不容易，我也要跟你一样做个好人。山外的风景那么好看，花花草草都跟你一样漂亮，无论多不容易，都是值得的。Thank you.
大师兄，长云圣主同金仙执事池天明似有其事找阁主商量，可阁主正在闭关。无妨，我先见见他们。锦绣，你素来闲散，不思修炼正经功法，成日便琢磨的助缘之术，怎么今日也有空来这千尘阁？助缘术难道不是要紧的事？池天明，你看看你那张脸。好了，锦绣公子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都说千尘阁大弟子长得漂亮，我一直未曾见过，今日特来看看到底有多漂亮。各位门主，我师父正在闭关，千城阁事务暂由千贤打理，不知长玉圣主有何要事？在阁主闭关期间惊扰阁主，苏若自知无礼，但明轩身陷封魔山下落不明，我实在无计可施。千城阁术法天下无双，烦请秦公子请阁主出关。金仙对我有恩，长玉圣主言重了，可在师父闭关期间打扰，会遭到反噬的。秦公子，伏魔山瘴气滋养了不少草野之徒，若放置不顾，恐将酿成大祸。其传闻老魔王将儿子封印在伏魔山，金仙顾虑已久，为江湖安定，驱除魔王余孽。如今金仙有难，宗门通辽，怎可独善其身？一念为善，一念为恶。若是长玉圣主信任，千贤愿同诸位门主一同去往封魔山。我大师兄尽得阁主真传，又受金仙点化，术法已堪真境，正可解圣主燃眉之急。如此也好，多谢秦公子了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……哎，看也看了，也不过如此。我就不凑热闹了，告辞。哎，这鸟烧好了，我拿吃的过来了。跟我一起吃吧。不用，我吃过了。不过我还是可以再吃一点。多吃未必好。可是你吃饭的样子看着很下饭啊。哎，你明天……我的伤好了。啊，真的好了？恭喜啊。我该走了。山外比这里美很多是吗？山外的世界很大很美，南州苏堤绿柳，细雨从风，北荒孤烟斜阳，冰霜残雪，日后你若是离开这里，可以去凤山找我。记住，切勿堕入魔道，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知道。为江湖的安定而活，对吧？我会做一个好人的。路上小心啊。得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回来看看的。
保重。牵手枫叶那桩梦，再有将生而铭刻为墨，陆雪啊坐山河望我海连成修罗，风再起涅槃出交魂熬破，叫做